我想问就是我蹬不住地，然后正手发不上力，蹬不住。正手吗？啊，你先拉两个，上旋。上旋啊。其实还可以，您听，这个腿不是蹬不住地，是你就没有往下下的这个一个份儿。你看啊，你看，你是直接就这么拉了。其实你这个腿正常应该是先下，然后是用这个腿是一个蹬的力量，一个蹬的力量，然后去转。你再试试，就先下，有一种蓄力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再往前迎，先撞再磨，对，先把球撞，然后再摩擦，对，然后就会冲一些。其实您这可以的，上去，可以可以，对，先下去，腿先下，有一个蹬地的感觉，很好，可以往前迎，可以，很好很好，其实你这没什么问题，来，